大家看了这么多期小北的酒店探店和旅拍视频，有没有心动呢？今天给大家介绍一个在城中探展的好去处，可以点击收藏一下。 Hello， 可以出发了吗？可以了，差不多。我的朋友在胡老师，他不仅是一个中国知名的画家，他还是中国发表文章最多的画家。我还挺期待下午这次看展。罗美术馆的展确实比较多一点，今天典藏展的话还是蛮多的。那要是时间特别赶的话，只能看两三幅，能不能首选推荐的？莫迪里亚尼的作品，现在在那个拍卖市场最红的那个女性抽象艺术大师琼·李歇的作品。嗯嗯。 日本的白发英雄啊，白发英雄，行动派。嗯，莫迪里阿尼的作品还是有大师气质的，印象派像现在主义的转换这种。可惜他35岁就去世了。天妒英才。这个时候就您刚刚提到的白发英雄。白发英雄就是日本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抽象大师，他主要的创作方式是什么？他就是用抹布啊、鞋子啊什么不择手段。琼·李歇就是抽象表现主义之后，实际上现在在欧美拍卖市场非常走红。他的工作室在巴黎郊区，莫奈这个庄园他也住过。